这样认真玩，哇，这样真认真玩，不开玩笑。你看、哦，其实他有不错的，他有攻击，有物理吸血，然后有减15%CD， 这是这15%CD 很重要。有些人玩悟空就为了，就是会出那个 CD 血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为什么有一枪要打旁边一怪？我喜欢紧这种可以滚来滚去的感觉。上路也是勇，勇对勇，其实勇也不错。那我真的有那个、欸，有那个卢蜜啊，靠边有人来露野。完了，我们队友就要死掉了。欸，我有制裁，靠杯哦，被拿走了，谢。算没差，反正我玩警察，常常蓝，要么红不见，要么蓝不见，合情合理，人之常情。艾瑞血还是满。直接往上路打，先翻滚，找一下穆拉的位置，他要抓龙，等他回来，射他几箭，尽量还是走在队友附近好了，到中路把兵线清掉，把他护盾打掉，先别丢大招，欸。伯顿这好像可以，两下三下飙过去了，先吃蓝吧，然后他在这边消耗，穆拉也不敢开龙，靠北他们正在开龙，没有他没开龙。哟，穆拉回来死，是不是 ？OK 了，这一波我在吃卡莉的伤害啊，速吃龙，你们可以。Oh my god， 卡莉在后面，悠游自在，悠游任逍遥。我觉得这时候来偷对方野怪比较合适。速吃，上路兵，上路塔剩几下，跟勇一起射掉就好了。OK 的，你看是不是？菊草叶，不错哦，果然是我的好伙伴。以后就决定带你上直播了。像景达也啊，我喜欢出攻速血。然后下路那边，别吵架，下路别打架，别吵架，别吵架。哇，下路嗝屁了！哎，我的红又被反掉了，算。我们现在没有蓝，但我们有红，可以打一下。来妹，休怕。Oh my gosh! Oh my gosh! What's this? Oh, oh, so many people! 哎呦，莫拉，我直接哎、欸、没打到，是哦，这波可以哦，提米过来没？来啊！对方勇也下来了，是？我上路没事做啊，跑下来。哦，那这波就要浪掉了，这波要让他们开心。上路没事做，跑下来，傻眼。先出圣剑哈，圣剑永远是第一把的宝贝。现在提米就一直灌着这个他们的勇。不过你看我们在远处啊，对吧、啊？菊草笑得很 happy。
我们在远处 poke 的话，对方就比较不难抓到我，你懂吗？就是那个，因为你在远处 poke， 你就不用跳进去或什么。哎、欸，夏露卢米亚赤手空拳跟艾瑞达打赢了。怎么样？固然还是要回归锦打野、啊。我有一记疯狂锦打野、啊，胜利的保证象征。只要会滚的锦，都是猛锦，猛锦出闸。然后下路感觉要被弄喽，边吃野怪边下去救他。来吧，这个位置找一下木拉。他刷过了嘛？对。哎、欸，左方卡利。关到了，肯定背出来。所以哦，这个伯顿可以啊，跟我之前遇到伯顿完全不是非同日而语啊。往后滚，不要往前滚。poke 一下塔就好。提米安就无抓到，我大招被逼出来，逼出他一个大招。没得守塔了齁，没技能守塔了齁，小卡利，小卡利卡利，直接吃入侵对方野，来转攻下塔，哦，一塔推完换推另一塔，这就是锦打野最强的地方，拆塔神器，图米亚是收尾，对吧？拆塔神器来也！拆塔神器来啦！拆塔神器，铁柱骑士，看一下对方的坦度，有点坦。哎哎哎哎哎，兄弟，这个我的，谢谢。那野怪你要吃可以，但这个不行，证书不行，你不能拿。来，我们来帮勇吃，来吧，小勇子，再来吃对方的红，假杀小红勇，啊，完蛋，啊，完蛋了，干，真的是吃小，真的是吃到了啦，哎呀，吃到小了啦。可以先出一个这个穿透就好，因为我后期可能会换成，我要先出全能，因为后期我可能就会换成那个叫他小那个天虫。哎、欸，对方勇的经济已经比我高了、欸，完蛋了！他刚刚 shut down， 打着打着就要哭了。哎、欸，符文被抓了，傻眼！大招伺候，我没死啊！别人是打着打着就笑了，我是打着打着就哭了。我还想要出拳还是出冰跑，但是我觉得哦，还是要靠我们来 carry 一下，输出 carry 一下，而且我们红 buff， 哎、欸，我的红，谢谢。他也知道要请求集合，让还给我，不错啦。队友打架喽，队友打架就要跟上哦，那这个排位哦。对我打架你不跟哦，不行！啊、大招直接飙了，再复活，啊、再飙了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一次两只飙了，艾瑞抓伯顿飙了，莫拉在下飙了，卡利飙死哟，呜哦呜哦，靠北，我头都是在勇身上 ，OK。双射手直接推爆高地塔、欸、卡芬尼打野强，但是锦打野也不差、欸、你不跟我一起拆哦，我们可以合作、欸、合作把中塔 打爆，好，闪人收工，这一出戏先演到这边，闪人喽，来哦，叫凯撒哦，看这个攻速，
普攻就好。哦，对方打野已经在上路肉头了，寒冰制裁。欸，我要去拿蓝了，你们在这里。这边要出天虫云，不然对方有点硬。欸，干你啊，没有蓝了啦，被那个拿掉了，没蓝了啦。很治愈，还敢拿我蓝，还敢叫我过去集合，傻眼。哦不，他把蓝交出去了，还不把蓝还我。可恶啊，我的蓝。就是下路抓木蓝，你看到上路两只吗？下路有一些脆皮物，躲过提米，绕到后面，上马伯顿探草。木拉木拉，小心木拉！水哦，这样撞回来就对。丢大提米，我嘞！我得打几架卡利买单。注意哦，这一波给他打进去哦。来哦，我就不相信你有得刷。水哦，这个给的不错，先闪了。哎，有龙嘞，龙嘞，忘记放龙啦，我操！每次都打嗨没有龙，我对不起队友。出这个好，死神镰刀。哇，每次都忘记，真正是吼，机脆大家都没改变。我的蓝是又被干走了，可恶，我的蓝又被干走了。古蓝啊，手下不留情。哦，对方全员复活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呀，莫拉刷过去了，我看到莫拉了。算了，来吃这一只还比较实际，这家这大只，你不怕？你去拍呀，这一只这小只，你们也当小怕哦，来打架哦，坏坏哦，不是龙不放，忘记放啊，忘记放，哎呦，又有新的龙准备忘记放了哦，哦，你看到了，啪啪啪，走过来，走远一点。哦，被井吓一跳，现在上路两只哦。呜呼！啊，剩这一点血，你也想绑人哦？对方剩两只，相依为命，到队友全部死光光。那射他个几下，他就快没血了。注意哦，先拆塔，提米出来给我普攻，碎啦！哦，这个排位的队友还比较 carry 就对了，船就是有这种人龙不放破坏游戏，哈哈。是不是？锦打野还是很可以的，展现高强度的拆。